我一定要把妖怪捏得粉碎。老人家，你和我无冤无仇，这次请你来。哼，有这么请的吗？老人家，冤仇宜解不宜结，我们攀个亲家，交个朋友，保你可以安度晚年。这是我们的一片诚意呀！来来来，我先敬你一杯。去你的！你是不想活了你。大王别急，留着这老头才能摸清葫芦的奥秘，知己知彼才能消灾灭祸呀。开门，快开门呐！还我爷爷，快还我爷爷。你这娃娃倒是一片孝心，你爷爷就在这儿，你亲妈也在这儿，快给我磕头。呸，真不要脸。今天要是不把我爷爷放了，我就把你个妖洞砸得粉碎。哦。嘿，哎，嘿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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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疯了，收拾你！慢！哼！你要是再不放我爷爷，我就要……嘿嘿！葫芦娃，你果真是力大无穷，你的一片孝心我非常钦佩，谁看了都会动情。你爷爷……哦，他正在后面喝酒呢，你何必大施蛮劲？要是震塌了山洞，他也会葬身洞府，你这不是害了他老人家吗？那快放我爷爷出来！你爷爷喝了两杯酒，现在睡意正浓，我可以带你去见他老人家。请。来吧。你看，啊，爷爷！爷爷，啊，这可比木床舒服多了呀！你的蛮劲儿呢，可使出了呀！夫人，你可真有办法。这叫有力无处使，有劲使不出。妙妙，可真是妙不可言呐！喂，葫芦娃，怎么样啊？做了个好梦吧。我告诉你，你的丹田已经被我封住了，你就别想再撒野了。啊，我真不想杀掉你，你又愣又蛮又可爱，真讨人喜欢。你只要愿意呀，你就做我的娃子吧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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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